难怪马车，那胖子哦，胖子是那长发公主。哦，现在好像都吃光光了。再见。他说 ：“Thank you， 吃的好饱哦，哈哈哈哈！祝你有个好梦。”做鬼你！然后这里有人说：“亲爱的嘟嘟，圣诞快乐！你是一个很聪明又很善良的女生，我相信你每一年。”哦，我看一下，